同学们好，我们今天和大家来织一件超级简单，并且又非常漂亮、与众不同的一件小上装。实际上，它并不是传统样式织的哦，并不是从下边向上织，然后再缝袖子、织袖子，并不是这样，而是从一侧的袖子开始织，经过这个袖子，然后横向编织的，最后形成这样一个效果。好。我们来介绍它的相关情况，它出自于我在中国已经出版的这一部编织图书的这一页。你看，穿上多漂亮！模特身上穿着的这件哦，就是我现在在为你讲解的这一件。这两个是相同的同一款服装，熟悉我的同学已经知道，你其实在每一部书的封面可以看到我的名字。好，我现在呢就和大家一起来揭秘它的所有细节。那些想按照自己身形编织的同学啊，如果你的身高1米60，然后体重135斤，也想织这件，或者说，哎呀，我想给小孩子织这么一件，没问题。只要是你认真的看教程，我会在视频的最后为不同身形的同学来介绍它的每一处细节，哪儿要增加，哪儿要注意这些小技巧，这些非常可用的小窍门是如何操作，都会告诉你。好，我们现在要正式开始了。首先来说毛线和工具，这款作品呢采用的是纯羊毛粗线完成的，织针呢实际上用的是这种细的钢针啊，6号织针，每一根毛线的直径是2.5毫米，纯羊毛粗线啊，6号织针。毛线如果捻开，里边是由4小股组成的。整件衣服毛线的用量，你猜？才7两多，都不到8两就能够完成这一件。大家已经知道啊，我织的所有毛衣呢，都是按照身高1米65、体重88到95斤之间的亚洲标准女生的身形来设计的。这款穿在模特身上的效果，你已经看到了，才用了不到1斤的毛线就能完成啊。好，我们现在正式的来说它的织法。展现出它的真实样子来，仔细看，看出点问题来了吗？哈哈，原来袖子和正身就是这样的一个直接的连接，为什么没有做这样的一个剪的处理呢？剪针的处理呢？那是因为我们要考虑到花纹的弹性，以及和不同的花纹接触在一起的时候，它能够形成我们想要的效果，这就行了，不必要都按照传统的样式去编织啊，这就是编织的魅力，我们赋予它设计，让它更加的具有设计感，更加的漂亮。好，首先来说起针，我们一共起了多少针啊？从袖子这儿起的针一圈，只起了40针。好，那么这一圈这40针我们织的是什么花纹呢？仔细看，你太熟悉了哈，双螺纹。双螺纹啊，也要给大家看一眼图解的啊，就是这样的正针和反针。好，那么这40针的双螺纹，我们环形向上一共织了多少厘米呢？29厘米。你看我这么给大家讲解，即便你是一个新手，甚至你是一个不懂中文的老外，只要你稍了解编织，就能够看得懂这个教程啊。好，40针我们环形向上一共织多少？29厘米，达到这个位置啊。好，达到这之后，它现在还是40针呢，对吗？我们要在这一行的范围之内将40针一次性的加至80针。40变80，你原来这么窄到这儿，你唰就变宽了，对不对？好，也就是说每一针我们都给它织2次，这样就形成了80针的数量了。那么变成80针之后，这个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个公主抛绣式的这个花纹太简单了，它不就是由正针和反针组成的吗？同学们准备截图，我知道你最想要的就是这张图解，它是由2针反针和6针正针组成的，理解了吧？很容易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2针反针和6针正针形成这样的条纹，我们是横着织的，但最后穿着出来是一个非常好看的效果啊。那么这80针的长度，我们依然是环形织的啊。长度织多少呢？我们织了14厘米。注意，问题来了，如果你在100斤以内的话啊，14厘米是合适的。但是如果你给小孩子织的话，甚至是10厘米都够。10到14厘米之间，如果是小孩子的话啊。好，
那么不同身形的同学不用着急，我一会儿会一一的给大家讲解啊。达到14厘米之后，注意你这会儿是80针，对吗？织的是这花纹。好了，够了14厘米，我们要给它将原来的环形织立刻改变，改成什么呢？我们要给它改成往返织，并且我们要在你这80针的起始针的位置要进行针数的增加。加多少？看，注意啊，两边各平加24针。同学们能理解吗？有些人说，哎呀，我不懂，哎，我还环形织呢，我到这儿我怎么变片儿啊？到这儿了是吧？这80针好了，你需要给它环形，你在这个位置啊做一个记号，别上一个别扣。当你知道这个位置的时候，就不要再往前织了，要给它向相反的方向织，调过来，调过来，理解了吗？你这样不就形成了往返织吗？好，在调过来的同时，注意啊，你已经形成一个开口了，就在你这开口的起始针的地方，开始和结束的地方各平加出24针来。那平加针怎么加的呢？简单着呢啊，直接就在你的织针上。哇，我这手怎么这么黑呢？实际上没有这么黑啊，这可能是苹果手机这个像素的原因啊。直接这样绕啊，绕多少？绕24针。注意绕的过程当中不可以使劲拉扯长线啊，松紧适度，一定要记住这一点，否则你织的时候会很费劲，并且弹性就会很少啊。24针按着这种方式加出来。好，那问题来了，你在80针的起始，也就是在它的左右两侧各平加了24针，那你总针数变多少了？128针。好了，你这128针的大片儿要改织这个花纹，这花纹是什么？我相信大家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啊，菠萝针。不会织的同学，看不懂图解的同学，在互联网搜菠萝针这几个字啊，南方北方我们都是这样叫它的这个花纹。当然了，有同学说，哎呦，那这针法那么复杂，而且这个针法有个特点啊，同学们仔细看，它有点儿镂空啊。大家如果觉得它的保暖性不好的话，可以把这花纹改掉啊。第一觉得难织，第二觉得不实用，可以把这花纹改掉，改成什么呢？随意你。比如给你推荐几个啊，比如星星针，就是疙瘩针啊，一针正一针反，每行都交替一下，或者是桂花针，一针正一针反，每两行也交替，或者是两针正两针反，织完两行以后，第三行给它错开，这样织也属于桂花针的双双桂花针这个范畴之内，理解了吗？反而针法更简单了，弹性都是一样的啊，也是满满的颗粒感。好了，这128针我们织的是这个花纹，整个大片啊，你要往返向上一直织，织到哪儿呢？织到这儿。长度织了多少呢？注意看啊，我们一共给它织了10厘米，这位置啊，我们一共织了10厘米的高度。当然了，如果你的体重啊，同学们，你要是超过了96斤，95斤以内啊，你织10厘米没问题，96斤以上的同学啊，你这要织11厘米。96到100斤的同学这要织11厘米啊。好，只是先提示一下，我们下边继续啊。这位置128针一共织了10厘米之后，我们要怎样呢？要给它又分开织了。怎么分的呢？你要在128针的正中间给它分开，也就是两侧各64针，这边分到64，这边分到64，这64针要干嘛呢？要分别的往返向上织这64针啊。好，还织原来的花纹，但有一点我提醒大家啊，你在织的过程当中，边沿只要是片状编织，边儿，也就是无论织正针还是无论织正面还是反面，你在织第一针的时候一定要给它织上第一针，而不能给它挑下不织，从第二针开始，如果那样你弹性不够，理解了吗？好，我们将64针前后各64针sorry，前后各64针，我们分别的往返向上织，高度织多少呢？我们要给它织
18厘米。好，达到18厘米的高度之后呢，你这两片都织18厘米，然后再给它合成一大片，继续向着。有同学说我不会合成，哎，没关系啊，你这边64针织完了，别向相反方向，接着把这边64针一块按照原有花纹继续向上，继续向前编织，这样64不就织完之后变成128了吗？两个64连一起了呀，对不对？好。那么128针向上织的高度是多少呢？不用我说了，肯定是10厘米，对不对？因为两侧这儿是要对称的。好，达到10厘米之后呢，我们问题来了，到这儿了，对不对？原来你剪过24针的位置，还记得吗？原来剪过24针那个位置，啊，原来加过 ，sorry， 这是原来加24啊。原来加过24针的这个位置啊，你要给它减去24针，两侧啊，也就是说在128针的起始的地方各取24针，给它平收了。实际上说是平收啊，聪明的同学早已经理解了，这位置应该两个24针相互从内部织缝上，这样线都不用断，你直接又能继续向下完成，理解了吗？好。织缝的时候别太紧啊，确保这位置有弹性啊。有同学就这样的，肩膀前后肩头织缝，可劲使劲拉扯着手里边的那长线。你越那样使劲拉扯的话，就越容易造成弹性不够，理解了吗？好，然后我们怎样？你左右24，你各取相同的针数，已经给它缝织缝上了，然后你还剩多少了？80针呀，它是对称的呀。好。剩了这80针织什么？不跟你说了啊！6针正针，2针反针，我们还织这个花纹，织多长呢？14厘米。你看，我直接就从这边拿过来的手卡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是一样的。好，达到14厘米的长度之后，将80针在这一行的范围之内，一次性的给它剪制多少针呀？哎，刚才这张卡还不见了啊，我们再写一张。剪制40针，为什么40针？因为你起针的时候就是40针呢，对不对？好，剪制40针之后，织多少厘米呢？我们这40针环形的又改了，改制成什么啦？起针时候的这个花纹就是2针正2针反的这个花纹啊，织多长？29厘米呀。这还用说，因为两侧要保持对称呀。好，完成之后我们要给它松收机器边儿，为了让它有弹性，这样主体的部分就完成了。好，之前让大家这位置做了织缝，那这位置呢是你平加针的位置啊。实际上给大家讲一下啊，高手在这个位置，你这边平加了24针之后，你内侧根本都不用平加24针，而在原有的24针的位置啊，你再挑出24针来，也能往上这么织，但是稍稍的有一点，织的时候这老兜着，但是你会少一个环节，省得再缝，啊，新手没缝的同学啊，2个24直接缝上就好了。好，当你把两侧这儿固定好之后，喂，一个雏形就呈现了。你要做什么呢？要在它的底边这儿，凡是织过这个花纹的底边的部分，你这会儿的宽度啊，至少要有38厘米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这儿织了18，左右各织了10，对吗？好，这面38，这面也是38，对吗？好，在这一圈的范围之内啊，把所有的针套都挑出来。均匀的挑出来，由于让大家已经把边沿的这一针啊，给它按照花纹织上了，所以你挑针的时候会非常非常的容易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这个位置啊，每一针都织，所以每一针就代表着一行，因为我们要相反啊，要竖向这样织了，对不对？好，38厘米的这个宽度，这边也38，在这一范围之内，我们挑出所有的针套来啊。挑出来之后，第二行调整至160针，调整，我说的如果挑多了的话就减，如果挑少了的话就加。这160针我们织的什么？双螺纹，看跟它是一样的啊。这双螺纹我们环形向下一共织了多少厘米呢？一共织了10厘米。
好，达到10厘米之后，我们要怎样啊？我们要直接给它松收机器边儿。机器边儿什么呀？就是正针收反针，反针收正针啊。松收机器边儿，一定要确保这位置的弹性，不要很多同学一看到这螺纹就玩命勒紧线织啊。很多同学是这样的，玩命勒紧线织的同时呢，最后收针的时候也挡不住了，也收得紧紧的，这样整件衣服能被你毁掉。外形跟我的一样，但是你穿不进来，由于你手法没有注意这些细节。好，松收机器边之后，你的底摆部分呈现了，然后呢，这儿，好，那么这部分我们要怎样完成它的针数的设计呢？首先看啊，你这位置的宽度啊，18厘米，2个18，36厘米，对吗？好，你在这个范围之内啊，挑出所有针，第二行均匀的调整至88针。我们将这88针环形向上织什么呢？还织这花纹，多简单呢！你学毛衣第一天就学这花纹了，对吗？好，向上，我们给它织了7厘米，一定要织够7厘米啊！最后，我们一定要给它收一个机器边儿，一定要收机器边儿啊，同学们，如果不收这个边儿的话，你根本的脖子就钻不进去。要收平边儿的话，收机器边儿都不能勒着线收，而是要松松的收。为什么？你看，我们要确保它的弹性，理解了吗？好，这样整件衣服就完成了，非常漂亮的一个经典的公主抛绣式的这样一个衣服。好，问题来了。如果我们要为不同身形的人来织这件衣服的话，要怎样完成呢？首先来说啊，因为今天这款呢，大家很喜欢，肯定会包括小孩儿啊，也会选这样的款式啊。我们来说一下，你看，首先我们要确定什么是它的胸围，你要能穿进去啊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它的胸围是多少啊？38，38，一共76厘米。但是这花纹你看它是很有弹性的，对吗？好，那么没法确定胸围的同学啊，你去量一下，无论是大人还是给孩子织啊，都去量一下，看你自己的衣服的宽度是多少。有同学说了，我是一个成年人，我量了，我的衣服宽度是45厘米。好了。如果45厘米的衣服，我们要给它分成3部分。注意，45厘米分3部分的话，怎么分？中间这一块啊，一看45厘米，你体重应该在110斤左右，至少你没有超过这个数字啊。注意，这个位置我们给它留够18或者是19厘米，因为你有的同学是单数，单数这儿留19，双数同学留18。理解了吗？好，我们拿45厘米为例啊，45厘米的同学，我们在这个位置，我们把计算器调出来啊。好，45厘米的同学啊，我们取正中间要给它留19厘米，所以从45里边把19减走了，还剩多少？26，26除以2，你的这位置要支持3。理解了吗？这俩位置啊，你要织13，记住了吗？好，这是说它。好，那有些人说了，哎呀，我只给一个小孩子织，我这小孩儿很小的，3、4岁、4、5岁，我怎么样确定呢？不要量孩子啊，要量孩子穿着最合适的衣服。针织类的啊，有弹性的，无论机织啊、手织的都可以量一下孩子衣服的宽度。有同学说量了，量了多少？我才30厘米。好，没问题。如果30厘米的话，孩子胸围是60厘米的衣服啊。好，我们将30厘米要减去多少？哎，30厘米减去一个双数，只要它是尾数啊，是双数啊，我们就要正中间减去一个双数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看这儿啊。注意，30厘米领子的宽度不要太小，尤其给很小的孩子啊。你看原款的时候，我们这一共是多少啊？18厘米，对吧？两边一边是十，但是如果很小的小孩的话，你这位置啊应该在12到16厘米之间，理解了吗？假设我们取一个中数啊，减多少？14厘米。好，你还剩16厘米，那两边多少啊？除一下二，各8厘米。各8厘米，看到了吗？两边这织8厘米，
好，又换句话说了，有同学说了，哎呀，不行，我是一个大人，我是一个胖姑娘，我量了我这件衣服，我都57厘米了，我自己那个衣服，好，没问题，我们来看啊，57厘米宽度，我说的是宽度啊，宽度的衣服的同学啊，中间这儿一定要给它干嘛呀？要给它减单数。首先我们看啊，你要是57厘米的话，你这一定是一个单数。另外，你的衣服都已经很宽了。我估计你的体重啊，应该在140斤左右，所以这个位置18就已经不够你了，啊，你应该在20到22厘米之间。好，我们假设啊，你是一个22厘米吧，但是这要一个单数啊，减一个单数应该，你减21吧。好，刚才那个多少来着？55厘米啊，拿55厘米为例，55厘米中间这位置啊，你减21厘米或者23厘米啊，好，减去21厘米，你看你还剩34除一下2，好了，你这两边各支17厘米，理解了吗？好，胸围确定下来了，有同学说了，那我这儿起多少啊？四的倍数都可以，看，我建议啊，很小的孩子。如果他的年龄，在，2岁以上啊，都起40针。你看，因为这位置弹性很大，你发现了吗？好，2岁至90斤吧，至90斤的同学啊，40针没问题，啊，他这位置很有弹性的，理解了吗？好，那么长度。有同学说呀，我不知道这长度是多少，你看这个长度，这儿29，这儿多少？14，多少厘米了？29加14等于43厘米，43厘米略短了啊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是一个直着的袖子，这儿拉不过来。你们已经看到模特真正的1米65的女生穿身上的效果了。好，也就是说这个位置啊，大家可以略增长，理解了吗？啊，按照实际上孩子的身高来，假设你孩子身高，他的衣服啊，量一下孩子自己的衣服，从这儿到这儿的距离，你去看，只要比你孩子的衣服的腋下到袖口的距离长5到8厘米就对了。为什么要长？因为他这儿是直的，理解了吗？啊，小孩子的话是这样的啊，大人呢，大成年人1米65以上的人呢，我们注意啊，可以略增长这儿，原款这织了29啊，你其实可以织到35，甚至是织到40都可以啊，因为越织的长的话，这位置的抛的效果就会越明显，理解了吗？好，那么大一点的女生啊，这位置你只要四的倍数就可以，体重在超过100斤的同学啊，这位置全一律啊要48针，超过100斤啊都要48针，这个位置。理解了吗？啊，如果你的体重在125到135之间，你这要52针，起52针啊，理解了吗？好，你要是140斤左右的女生啊，你这儿要56针，理解了吗？长度长一点，原款29，你们可以知道40左右。好，然后我们来说这一部分啊，你这位置针数加完之后，然后你要完成这一部分，注意你加的针数啊。不要加的太多，尤其这位置已经起了52针的同学，你要知道真是100多针的话略显得大了，理解了吗？好，所以同学们可以稍稍的看一下这位置的它的宽度啊，多少？16厘米，注意啊，这16厘米是单面，双面多少啊？32厘米，32厘米是多少针？同学们记着吗？这儿80针，还记着吗？80针除以一下32厘米，这是它的密度，每2.5针等于1厘米宽。好了，我现在就想问你，你这衣服的抛袖，你这儿想织多少？想织多少？有同学说了，嗯，我这儿我想织那个比它这再宽点啊，我想织一个啊到18，就是36了，周长36，我想织一个周长36厘米的。好了。记住2.5这个数字，直接乘以你要织的这衣服的袖子的周长，好，乘以36，90，这才90，理解了吗？好，90是什么？是它的一个针数，这位置的针数啊，但是它是一个大致的针数，我们必须要让它符合一个
一个数字啊，什么数字呢？174，就是单元花纹的针数。我们仔细看啊，每个花纹一共多少？一共是8针，看到了吗？好，一共是8针，是一个单元花纹。那么你的针数一定要是8的倍数才行。你看它90对吗？肯定不对，它整除不了八，所以你要88针，理解了吗？减少2针不会影响你主体啊，所以通过这种计算方式，同学们来算。好，那么这位置啊，算好了。那这位置的长度值多少呢？不要做太多调整啊，同学们，这个位置原款这儿一共织了14厘米。如果当然小孩子啊，我已经说过了，你在10到12厘米之间，很小的小孩子啊，1.65米以上的女生都可以织14。当然体重尽管1.65米，但是它超过了115斤，你这个位置啊可以增加1厘米。你125斤左右，增加3厘米，以此类推，理解了吗？好，这位置同学们掌握之后，然后呢就是这一部分了。好了，就是这位置的加针平加，原款加了24针。有些同学说，哎呀，这衣服太短了，我不喜欢，我想让它实用点，更长点。没问题啊，你这儿和这儿平加的针数增加不就行了吗？你看原款才加了24针，你如果加36针呢，你整个衣长都长起来了，对不对呀？哎，通过这样的方式，我们首先了解了胸围，那么衣长也可以自由的调整。注意啊，别一下子，哎呀不行老师，我这我得加50多针呢，这样就达到我这长度了。你可别忘了，待会儿你还得织这底边呢，你这底边的长度也要算在衣长里，理解了吗？或者换句话说，有同学说懒，我不想这样弄，那么好了，你把你底边这儿织20厘米高腰的，更漂亮，而且更简单了，理解了吗？啊，只要把这个位置往下拉长，整件衣服啊非常漂亮，比原款还要好看，显得身材很苗条。好了，这部分掌握之后呢，然后这块啊跟它都是相对应的，同学们能够理解的。然后呢再说领子的部分啊，领子部分我们原款一共是88针，如果你体重啊在125斤左右，88针没问题。当然如果你的体重超过了这个数字啊，你这位置只要是4的倍数就行，你可以92、96、100、104都可以，理解了吗？好，然后呢我们来说底摆的部分，这个位置的啊，这位置如果想织高领的同学可以往上多织，然后给它把领子折下来。当然你如果想织这种双层领的同学啊，最少要15厘米才行，这位置啊。好，然后我们说底边，刚刚小讲了一下啊，所有的针数向下织的长一点，整个的衣长就会增加，即便你这儿当时也是按照原款操作，我们才增加了24和24。那么这位置你要往下多织，你用织了20厘米，也能够形成一个非常理想的衣长。那么针数呢？没问题。我们来看，由于大家在这个宽度这儿做了调整，所以你只要记住啊，除了很小的孩子，120到130针之间，我说的是2-3岁啊。那么大人啊，够了88斤的同学啊，这个位置的针数原来160，理解了吗？好，那么其他同学呢啊，你的体重比我们拿90斤为例啊，每比90斤啊，你要是90到110斤之间，90到110斤之间啊，你这位的针数要168针。110到120之间，你这位置啊要170多针，是一个4的倍数就行啊。然后再重的同学，只要是符合什么呢？4的倍数，比我刚刚说的数字啊要多10到20针左右就都可以了。最后别忘了收针的时候松松的收机器边。好了，这就是这件衣服，很简单，但是能够折腾出来各种各样的风格来，高腰的，不同花纹的，正身增长的，小孩子的，大人的，对不对？你看，这就是编织的魅力，我们赋予了它更多的想象，但是最后它能够回馈我们一个与众不同的精彩。如果喜欢请点赞，非常感谢各位。